耗个体力哦，不然 每天早上起来直接开台不玩 PAD， 我发现我的体力都没有。我想要光胖啊，我想要光胖。性感觉比平常大，因为它真的放比较大啊。我这好大声啊，我把我的喇叭关小一点。Hello， 今天我就先转一下 PAD， 应该不会介意吧？虽然我的转珠技巧蛮手残的。欸，我刚有掉光胖吗？其实我没有看到，我刚在看你们讲话。有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我还有26颗石头，等一下我要叫火印来玩个。据我家 MOD 刚刚说，他已经三颗星了，就是连抽了三颗星弹，也是蛮屌的。我刚在开台前有先自己偷抽，就是抽到一颗，抽到的东西都不是有用的啦，虽然有一颗金的。转歪了，按属性三回合。Hello， 安安，可以转招龙钻，两个招龙钻都可以转。来不及啊！噔噔噔！据说刚有一只光胖，可是我有点忘了我光胖是要干嘛的。的。我的光胖是要干嘛的？进化用的吗？光玩具可以用，然后这个也可以用。记得看一下这叫什么？它取的不是光胖，所以是这只麒麟缺光胖就对了。哦，原来要两只啊！光玩具好像也要两，哎，点错了。
光玩具好像也是，是不是？一只。噔噔噔噔。我们来打一场什么？哎，等下这个还没打，这个东西到底是怎样啊？这个东西靠北要三十七，打是什么？后面是文章吗？啊，我又忘记把文章弄掉了，等我一下。免费五星水果龙，然后我是要进去随便，算了，管他的，反正我也不缺水果龙，我就进去拿颗石头吧。噔噔噔！两回合。这技能先好了啊！当你想要存技能的时候，它就是会来天降；然后当你想要天降的时候，它就让你直接死了。噔噔噔！房间这后面这些东西很多都不是我的、哦，不然我们把这个我想想看，好像不然我们这样子好了，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我老妈的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之前不住在家里啊，家里的这些空间会被家人拿来堆东西。我是觉得房间乱其实也没什么差啦。这东西好烦哦，把它挡住画面。噔噔噔噔。十一康，十一回合，六三，要存哈迪斯吗？不要存好了。可是不存感觉。等一下，要是老马就有点智障了。老马，我们就只剩下抽卡这个事情可以做了。啊，这样好像会两只都死了、哦。不会，存个九回合，好久。六回，哇！对啊，所以你也不能怪我啊。但是我回来，我也不想要，我也不想要整理那个空间，很麻烦。哎呀，天降，死光光，八，还有多久？四回合。其实我个人最容易死掉在这一关，因为后面还不是这么容易死。噔噔噔，
开台转租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诶，怎么会这样？四回合还有两回合，最稳定的就是哈迪斯也有，然后两回合那这样够了，可以送他上西天了。如果连哈迪斯都存出来的话，这关就基本上，除非我真的手残到一个极致，不然不太可能死翘翘。哎呀，差一点就转到最屌了，就是转到五横牌。手残会被这人看到安安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性格邪教，古德邪教太猛了。欢迎那个吕布或者火龙妹加我好友，我们现在抽颗有抽好了，试试手气。打肉啊，等等打。这个 PAD 也没有办法玩一整个下午、哦，会有点崩溃。不如我们就来打一只水果龙好了。他，我就不挑啊。他进来是哪只，我就接受哪只。我这个人最不挑了。圣斗士星矢，可是小时候我没有在看圣斗士星矢，他会不会打死我啊？我看一下他的那个啊，在这里。他结果他要送我东西，结果打我一下20000滴血，这样我不是很挫败？还是养成好习惯啊？他打一下2000滴而已，3000滴而已。然后480000的血，只是血有点多啊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在开音乐玩这个游戏的习惯，所以现在觉得他的音乐还蛮吵的。他好像把我吸血鬼技能练的蛮有练到，就是前几天玻璃塔，这两天玻璃塔。有练了一下。就是你啦，葡萄龙是吧？想要这只七龙珠合作，我要几抽？可能不会抽了吧？再看看。可是我比较想要火影。七龙珠的资料有出来了吗？五桃龙，强强的，这样赚一颗石头。我们先要打什么好？378还早，不如我们再打一场神王，然后我就来。